也失望的一周又回来了、哦、是，其实这半年以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跟他们去说的吗？我是2020年3月24日带了这个培训牌 Bamboo for Career 的，因为他们会帮忙看那个八字啊这些东西，人讲、okay. 你比较要旺什么啦这些东西，所以我讲我在事业一直跑来跑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啦，所以就很 normal 咯、嗯、平平淡淡咯，可以过日子咯这些东西，但你不知道这条路你走的是 path 到底是对还是适合我这种东西，所以带了这个牌过后就慢慢sales 进来啦，比较好啦这些东西。但我11月就戴戒指嘛。What is the reason that 你会选这个戒指呢？其实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懂云龙紫外海馆的这个 Heaven and Earth 的这个戒指、啊、especially 那个 Double Dragon 的 series 的。当时候你第一次进来嘛，嗯 ，then 你是从牌开始，为什么没有打算从戒指开始呢？因为我不相信风水了，很好笑哦。okay. 我真的是不相信风水。我以前还跟 Ashley 为了风水吵架，知道吗？可以imagine以前我是到这种地步来，哇，这么呢，一定是人定胜天的吗 ？OK， 这种东西应该是自己掌握的吗？自己用功就一定会拿到的。我跟你讲，你接触很多了哦，你用功不代表哦，人家就会那个机会就会摆在你面前的。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那个贵人哦，那个 chance 啊。那个天时地利啊，对，天时地利人和这东西、啊、准准那个时候一来啊，你才会拿到，要不然无论你做多好啊，你都会只到一个瓶颈、啊、一个阶段。So, 我就 start with 那个 Bandon 啊，因为 Ring 还是我不相信风水，但 Ring 很贵啊，我就讲哎呀，我真想到这样好，我 try 看先啊，因为它的翡翠是真的嘛，对吗？ Course, 如果说我买了哦，讲风水如果没有用了 ，example 那时候我的 mindset at least 我还是有一个真的翡翠牌嘛，一个翡翠牌，所以我就 try 哦，但 try 了就哇，真的很多事情，我带的那个 following week 就每天发生事情啊，每天很。啊到我跟你讲，很气啊，很气。But actually 啊，他在帮我挡掉了一个东西。After that， 我才 realize 到 ，I think within 2-3 months 他是跟你挡什么东西？我那间公司被裁员，所以他帮我挡掉那个被挡掉那个被裁员那个那个被裁员的部分了。哇，说那个真的很恐怖，就我一个人没有被裁员。Then slowly then you know, oh, all this thing is actually 在帮你做某某的未来的东西。So fast forward 两年了，我自己是个小老板了。So 6 months 了吗？12月20日，我12月20日吗？到现在差不多5个月，然后4-5个月。我只可以讲说，现在我不是一间的老板了，也不是两间了。OK， 大家说，这两年我有了一个牌嘛，是一个 ring。Ring， 我太太有那个双鱼，家里有猫灯、嗯、啊，有猫灯，水晶山。Then after that 就 the latest 的是那个 Sandalwood。Then 啊 ，two years 啊，哎，是前晚了耶，还是前晚？昨晚我们在谈哦。其实你的整个 life 哦，这些宝物哦，是你的人生有很多小小个的 gear， 有一个很 main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gear。OK， 有些人哦来了，哇，哗啦中 four， 有等 four D 啊，那比赛前那个大大个的 wheel 就已经在那边转了，在转。大大个的 wheel 一转，你全部小小个的就已经在转了。对吗？一直在开始慢慢转，就一直开始，一直不停的在动。对，那我们的哦，是从那个很小个的嘞。你看，你以前，你看我一带了就有事情发生了，一带了就有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发生嘛，对吗？对，所以它正在慢慢启动那个小小个的那个 gear， 启动，转，才转到那个大个的。If 你现在两年后，我们现在 reflect back 啦，那个 stories 啦，是就是这样的嘛。But if 我每个月去 monitor 哦，其实我就看不到那个小的那个东西，你看不到那个大的那个东西。对 I mean 不是很难，你很难去模拟这些小样的东西啊，把你现在看回去哦，全部在做的东西啊 it lead to OK， 我给一个 example 啊，我之前在做工的那些东西、okay. 遇到的问题啊，才制造了、啊、我现在的那个机会的。 And 现在的 skill set that is needed 啊，是因为之前遇到的那些东西。对，如果那些东西没有出来，我不可能现在做到这样的，就没有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呀。所以他在慢慢，我相信是带了这些东西过后，对吗？他在慢慢转你的那个 life 啊。那我们下一周的话也是忘了一周、哦、会邀请新朋友到云龙紫旺财馆跟大家分享。今天难得邀请侯根乖，哇，下周见，拜拜。